出门旅游看攻略看价格，机票住宿吃饭多少钱才打得住？四星级基本上最后都是锁定在50欧元，最贵的一个地方是奥兰多。你能抢到99的票的话，303含税，可能10块钱也能吃得很饱。像我这种就趴哪儿就能睡哪儿。现在总共花了310。六位穷游达人继续做客，时尚我最懂，让他们来帮你制定旅行预算表。时尚我最懂，我最懂时尚。大家好，这里是时尚，时尚最时尚的时尚我最懂。现在呢，很多的人呢都愿意走出国门，到世界的外面去看一看。今天我们所请到的几位嘉宾呢，都是非常资深的穷游达人。首先欢迎大家，欢迎欢迎所有的朋友。要给我们场上的六位达人来出一个题目了。什么题？请他帮我们制作一张旅行的预算表啊。这个太有必要了，因为好多人旅行都说啊，我也有计划呀，可是我觉得穷游达人出的这个计划表特别值得期待。所以我们多选几个地方来，让他们给我们出出主意，好不好？好嘞，特别实用，大家一定要收看我们的节目。世界这么大，我想去看看，钱包这么小，哪里适合我？一次旅行得准备多少钱？这些钱都具体花在了哪儿？去趟美国、欧洲、东南亚多少钱才能打住？让六位穷游达人帮你算算账。好，再次提醒大家，在看我们节目同时呢，欢迎大家呢打开我们时尚我最懂的微信客户端，同时呢点击呢我们的电视，然后参加我们的摇一摇活动。因为里面有很多幸运大抽奖，大家赶紧加入我们时尚我最懂的行列，抽取你的大奖吧。好，让我们一起来摇起来，摇一摇，摇一摇。接下来首先我们从海伦开始吧。海伦是东南亚的活锦囊。刘海伦，东南亚活锦囊，会吃会玩还能省不少。给我们来做一个马来西亚的怎么样？好的，好，有请海伦。请便请。这里是马来西亚，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踏足这里，优美的自然风光，便宜的物价，玩不尽的水上娱乐项目，满足海岛控穷游一族的所有需求。马来西亚的话就尽量不要以那个左手这样的去示人啊、然后不要摸小孩子的头部机票的话一般就是提前一两个月，或提前你可以更早的话，机票的价格就可以拿到更低，2000以内。这2000我们能不能再省点呢？怎么省一下呢？白冰，地图都不买的得走过去。游过去。我有买过那个600多的机票，但是我觉得就给大家的应该是一个正常范围之内的一个。对联航来讲呢，因为它活动比较多，就是你赶上它那个活动，然后比如说0点哈开抢那种活动，就有点像我们的秒杀那种感觉，就抢那种票吧。你抢那种票的话会比那个便宜好多，可能就交一个税钱是吧。大概就是500-600块钱。对，1000元左右吧。这个写的价格是中等的价格，不会特别低，也不会特别高这样的。来，交通费用就是在当地你会坐一些有打车的，有坐那个突突车，就各种的。我上一次是花了600块钱左右。经常我会坐那种就是晚上的火车，然后第二天早上到，这样的话住宿费也省了。然后像我这种就趴哪儿，太聪明了。这个火车叫做西发昭致。对对对，吃这个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吧？对，这个吃好一点就贵吧？对。来，先给我写上，我要吃的话先写10000。这个吃那么多呀？怎么吃？一个人你知道吗？我当时觉得哎，这小吃太多了，就特别想吃。我曾经就有跟当地人一起就拼吃。拼吃。有一次我们吃龙虾，你知道吗？4个人，然后每人就花了不到人民币100块钱，还吃了其他海鲜，就一桌满满的海鲜这样。签证这一块，现在是马来西亚对中国有这个优惠政策，是120块钱啊。怎么签的？这个是我使馆的还在网上呢。自己办理的。自己办理的。对，我特别享受就自己去的那个过程，就除非是稍微麻烦的一些国家，就会找那个某宝。对。还有一个网。玩儿，就
就省钱绝对不是我的目标，但我是为了是玩更好的。我一般的玩就是，如果东南亚像马来西亚，就喜欢潜水，然后跳岛这种在海里的一些活动。中间这一幅画是兰卡威的那个广场，巨婴广场，上面那一张是潜水 snorkeling 对吧？对对对。最后一张是拼吃吗？是的。海伦列出的马来西亚十日游预算表，零零总总算上潜水、摩托艇等娱乐项目，总花费大约5000元，真是又会省钱又玩得开心呐、接下来到小兵出场了。小兵长居加拿大的中国留学生，出门旅行能省就省。我想就把我第一次去美国的时候，从西海岸到东海岸的那个是穷游的一次旅行对吗？是穷游，是穷游。 好把笔交给小兵来给我们写一下机票。机票这个真的是去美国最大的一块开销。还是直飞哦？先是从北京飞到旧金山，然后从纽约飞到北京。现在如果你在这个天巡上查，大概5700到5800，因为美国呢是这样，美国的机票最大特点是一旦过了7月份啊，就它算暑期了，就10000多了。一般的美国呢，就是要不在春节前后订，因为那时候是它的淡季，比较便宜。还有一种哈，如果我现在从北京直接飞到温哥华，大概得8000多。但是呢，我飞到西雅图下来，再转个飞机，再飞到温哥华，就是5400。那我当然我就觉得后一种又便宜又好玩，但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它中间就等于停一下。对，是这样。如果你订的是那个就是中间要转机的，肯定是要比直飞的要便宜啊。还有一个呢，就是我是从西海岸去东海岸的，所以我中间还有一个机票是从西边飞到东边，从拉斯维加斯飞到华盛顿的。然后。这个机票我当时这是单程的是吧？单程的，1000元。单程的一个机票。但我觉得买美国联航的其实用不了1000，而且我想说的是，真的是我们中国的空姐很漂亮。那当然了。好莱坞大片的发源地，充满美好幻想的星条旗，世界上经济最发达的国家之一，很多人做梦都想去美国看看，可机票已经占据了预算的大头，接下来的看小兵如何节省了。120一晚的酒店，人民币120，它是20刀。对，20刀，20美元。这不是酒店，就是一般的青年旅社的一个床位。床铺。对，就是你去美国只住床铺是吗？是的，我只住床铺。那你说的还这么自豪？你以为是套房吗？Sorry。好，但我想告诉大家一个，就是比如去拉斯维加斯这样的地方啊，因为它是大赌城嘛，对，它青年旅社很难找。是吗？因为它没有，因为它是一个很奢华的一个地方，都是那种5星级啊、4星级的大酒店。然后有一个窍门，就是如果说你去的正好是非旺季是淡季的时候，你去订的话会拿到非常好的折扣。我当时住大酒店也很便宜。大酒店，对，我当时住的一个4星级酒店，我是在圣诞节前去的，就一晚的那个房费才30刀。请导播那个放一下我的图片，在美国的时候。好，一起来看看。左边第一张呢，就是拉斯维加斯特别有名的那个酒店，叫纽约，它就是一个迷你的，它把纽约自由女神像啊，还有曼哈顿那边的那个高楼大厦都挪这边来。然后很有意思，它那个大厦上面还有一个超大的过山车，要住这个酒店的人呢，都可以玩那过山车，免费的。然后我想稍微讲一下最后一张图片，这三位小伙伴我们怎么认识的？就是我们住在青年旅社里面，在一个房间里面认识的。然后我们就聊特别好，就相约第二天大家一起去玩，好就一起去。对，这就比自己一个人玩很孤单，自己一个人拍照，而小伙伴相约在一起还能有个照应，有意思呀。你去这么多地方的交通怎么办呢？而且交通就是分两块，一个就是你去当地的城市内的交通，那你就买那个一日通或者一日通。对，那个其实很便宜。在哪儿买呢？机场？在地铁站机场也会有，有地方机场也会，在地铁站也会有，或者是巴士的总站。你要先确定你买哪种，对，说几天的还是一天的。对，就看你的行程，如果3天你就可以买3天的 pass。 可以提前买吗？还是现成就能买得到？应该是现成就可以买，机器投币就能买那种。没错，可以自助的那种买到。吃我自己来，你都吃什么呢？吃中国菜还是当地的？我自己来讲，我很不喜欢吃美国的菜。好，我们就按照你自己买菜做饭的标准哦。他一天只吃10美元，60块钱。他都买菜做饭呀。那其实这个差不多是不到1000块钱，我们就按。
约等于1000块钱就来算吧。然后其他的签证1000元左右，1000块钱，对，1000块钱。他不会说他不玩吧？哦，一定要玩呐！要不你去干嘛？你去洛杉矶就很花钱。洛杉矶有一些主题公园是吧？迪士尼，还有那个环球影城都很贵的。都去了吗？不，他没有买，他肯定买不起门票。我特别了解他。那个大概去了70多刀还是80多刀？那个现在算起来应该是600多人民币左右。对、对。然后其实最贵的一个地方是奥兰多。奥兰多是美国的一个城市，是在南部的地方，有世界主题公园之都之称。一个主题公园的门票就100刀以上，那还真的是贵哎。反正我觉得在400刀之内就可以了。小兵列出的美国14日预算表，从西海岸玩到东海岸，吃住行加上玩，大约花费13000元。如果您要购物的话，预算请往上涨。接下来咱们到清迈去看看，邓丽君的小城故事唱的就是这里。在清迈，城区随处分布着代表泰北灿烂文化的寺庙，郊区可以体验骑大象、漂流等户外活动。如果你想拍照，女孩子、情侣不要错过文艺小清新的拜县。清迈呢是泰国北部的一个小城，然后拜县呢距离清迈呢还是很近的一个地方。都去过吧？都去过。是从北京出发？北京出发。好，赵小牛，旅游行程咨询师，不花钱也能去旅游。其实从北京去泰国呢，就是中转一下会比较便宜。那有好几个中转地儿，您选哪个中转地儿啊？我比较喜欢中转的地方就是香港。香港啊、对，那一般坐那个什么航的就可以了。我觉得最穷的方式可能是火车过去。那时间太长了吧，但是火车需要24个小时，就只要你凑4个人就可以买5折6折的打折火车票。从哪儿过去呢？从北京西站一直发到香港的九龙。其实是可以的，因为4个人打会儿牌啊，玩一会儿，聊会儿天啊。对，买一个下铺，然后玩玩游戏呀、就是往返是600多块钱。人民币。人民币。从香港到北京。对。哦。然后从香港坐飞机过去。对，从香港坐飞机过去。那我们以机票为准吧。就是你能抢到99的票的话，就是303含税。含税。对。然后这个非常好买，就是只要你提前一个月，最便宜的时候能抢到9元的。9元。对，也就合200多块钱含税。天哪，太划算了。然后这个呢是那个高铁的钱，就是城际高铁，北京到天津的。对，从北京到石家庄。是啊，到石家庄的。石家庄机场的高铁钱。高铁的。他有的时候经常搞活动，会帮你报销这个火车票。我去的时候就这笔钱是省掉的。省掉的。哇，太棒了。这个是到了清迈。然后因为当时赶上我老公的生日，所以我希望能住的地方有好一点，就可以看到那张右上角的图，有2个小熊，然后特意跟他说我要那个蜜月房，好可爱，主题的是吧？对，它主题的，然后有就整个房间都是那个泰迪熊，啊、对，很温馨很浪漫的感觉，对对对，而且200块钱它是含早餐，很丰盛，就是比较特别的，就是花了200块钱租车。你们是租了车自己开？对，租了车自己开。然后它有一些线路，有一些景点，然后你就可以开着车去，其实非常方便。如果要是有，它一天是200块钱，如果有4个人平均分的话，就开销会更低。中间偏上一点，那个是有点像咱们国内的芒果香蕉星冰乐。你觉得这样一个超大杯大概会多少钱呢？30元人民币。10块钱。不到6块钱。不到6块。对，还有一个右上角有一个椰子，是我们俩开车到了一个相当于一个5星级酒店的地方，然后那个说点一个椰子喝，因为很渴嘛，很热，然后那点完之后发现这个椰子只有10块钱。我以为他说这椰子是送的。小牛不到3000元畅游清迈拜县7天，原来出国旅行也可以这么便宜。我觉得真的是很划算，是吧？对，他都有一些神奇了。海伦有补充吗？没有，我从未。这个确实超低价了，是吗？随便去泰国可能是玩的太贵了。每一个人可能出行的需求和这个都要按照自己的来定位，不是说是多少钱，你可能花的最少的钱，但只要自己开心，这点是最主要的。而且他比较注重玩嘛，所以他那个娱乐设施可能会贵一些嘛。其实呢，无论去哪里呢，我们想说的是，就是出游的话呢，可能是带上一份快乐。很多女孩子都说呢，你准备好了吗？你准备好了，我们世界很大，我们去出发。对，我负责带这快乐，你负责带上钱。我负责管钱，把钱交给我可以。那你就跟我走了是吗？
那我们就一起走了，现在就走。好了，节目还要继续啊，回到国内好不好？祖国大好河山。对，我们接下来请我们的网络穷游红人赵玲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国内的好吗？来，有请赵玲。王赵玲，一夜爆红网络的穷游女大学生，九零后穷游一族。国内的穷游，今天我不知道赵玲想给我们介绍哪部分呢？对啊，因为很多女孩子都比较有古镇情怀嘛，所以我就想给大家就是讲一下一个古镇的预算。周庄、同里、席塘、乌镇，被称为江南四大名镇。周庄最耐看的是桥，古意朴拙，耐人寻味。同里古色古香的民居园林是清闲度日的好去处。西塘的古河道边，古建筑重重叠叠，小船儿悠悠，俨然一派古风犹存的情调。乌镇不大，却极富水乡韵味。在乌镇游览，周围的一切好像都在水雾织成的梦里。首先，机票费用，不用机票就可以了。啊，没飞呀、啊？哦，可以坐火车国内了。对，我跟同学去的时候是飞到了杭州，然后拼车去的。因为我自己是在安徽那边，所以比较近。然后我算我的吧，算我当时是从安徽那边过去的话，火车票大概在100左右，然后就是说大概在210左右。大家看一下，我们国内知名的这个是大学生啊，这个穷游的红人，看看这价钱马上下来。对呀、啊，然后现在总共花了310。其实我因为我是一个人就是出去玩，所以说我可能还住床位。然后其实如果说大家是比如说两个人、三个人一块玩，你就是住一个合住一个床位，对，合住一个宾馆，大概就是说，比如说我跟我们两个我们俩一块玩，我们俩直接找个宾馆，大概价位也就在80-100左右。然后一个人条件更好了。对，但是价位其实你平均摊下来的话也是差不多的。国内旅行，选择距离出发地较近的旅游景点，火车出行，住青旅，一个人旅行7天，花费在1000元以内。接下来呢，我们请出呢我们的杜丰燕杜老师给我们来写一个印度的怎么样？杜丰燕骑行非洲22国，自行车是他最好的旅伴。印度您当时去几天啊？我印度当时走了将近半年的时间。哦，半年，半年这个我们可能做不了。对，然后就现在就做一个月的行程吧。好，一个月吗？对，一个月。一个月才半年。我觉得印度一周20天吧。20天也长吧，一般人20天没有这假，他就15天，开挂这天可能也没有。干嘛？你挺会砍价的。我觉得咱们印度做个7天比较合适吧，对，正常一个旅行，我们普通人长假普通起来，大家可能能接受这。您做个7天的行吗？7天吧。好。不是我一听20天太羡慕了。天哪，杜先生好为难，那就7天吧。印度，一个古老神奇的国度。不论你是醉心在天竺的佛教传奇，还是沉迷于泰姬的爱情故事，或是想看看宝莱坞电影片尾必有的印度舞蹈，这里总能让你感到一份别样的风情。然后从昆明出发，当时看最便宜的话有可能是在800元左右，但是说普遍的话应该在3000左右吧。3000，对，我们昆明出发是吧？对，3000左右，咱就写个3200吧。哇，在印度住7天，一共花350，床位不好意思，也不是床位，这个350的，就是如果说100元的话，就可以完全住一个就是单间的酒店，对，单间有没有卫生间？单说有，因为我印度是大概都是就是住帐篷为主，所以说您就睡在这个地上卡车中间吗？这是在加油站，然后就是我在印度基本上睡过各种各样的地方，哦，教堂啊、寺庙啊、就是学校啊、政府啊，还有甚至住招待所啊。你自己带的帐篷？对。那没有这个安全问题，比如说没有，他的长相很安全。对，这种交通。这我们就不骑您的自行车了好吗？我们这个直接这个就可以火车，当地的火车，印度的火车，因为印度的火车是世界上最便宜的火车。哦，咱就大概再估个300元左右吧。好，那您那7天给我安排几个地儿呢？先肯定是首都吧。对，咱那个直接从昆明过去，从加尔各答一直往上去新德里，我觉得这趟行可以是吧？对，都能玩遍吗？不能，只能玩几个城市。对，只能玩你7天的话，只能玩几个城市，然后再接着这已经很可以了。对。
普通市面上的小店的话，吃的吧，一碗可能10块钱也能吃得很饱的。然后这个吃的好吃。对，这是印度的饼。其实印度的饼非常薄。泡饼是吧？印度是泡饼。这是就是在印度。飞饼吗？飞饼，飞饼吗？印度。对，像这个中间就是他们在做饼的过程。然后在印度的话，如果说你想吃到牛肉的话，也可以吃到牛肉的。因为印度虽然印度教牛是神圣的，对，但是他穆斯林是可以吃到牛肉的，而且牛肉是非常便宜的。非常便宜的。像我们买这饼的话，大概人民币折合人民币不到就是4毛钱一个吧。4毛钱这么便宜。然后它里面没有馅儿是不是？没有馅儿，就纯饼，然后有油的。像我们这边一排牛肉就是炒好的，它人民币折合人民币3块钱，当时3块钱。所以说基本上有时候白冰也不会买。所以有时候一顿饭花5块钱你能吃得很饱。在印度吃住行都很实惠，7天的行程再加上购物，花费在5500元以内。接下来我们算算欧洲旅行的花费。好，那接下来就让我们的刘老师了，最资深的了，6本护照，对不对？老刘，职业旅行家，签证贴满6本护照。西班牙。我这种做法呢跟他们不一样，他们是个人，他们是一个一个往上加。你是俩人？我是2个人到4个人，我们是提前做好钱，然后花钱往下减。西班牙被誉为世界上最令人神往的国度之一，这里气候宜人，有斗牛和弗拉明戈舞蹈的热情奔放，也有遍布全国的多元文化遗产，任何人都可以找到流连忘返的理由。主要是汇率是6.6块，那么因为今年是下来多了，去年比如说2014年的10月份，或者2015年年初，可能还8块多。哦，对，所以现在更得去了，更划算。对，实际上它最便宜就在这里，如果要不是这儿，我也不去了。好啊，然后呢，刘老师方老师往下减钱，我先定好，我就这些钱了，对，往下减。对，然后呢，我们定的呢是这样，然后第一，然后机票。4200美元呢，就是往返含税，这是俄罗斯航空。这个航空公司最大一特点，就是它在北京时候飞机时候晚点飞。这中国这都是这样的，对不对？中间呢还有一个转飞机，大概1个半小时。他不管多少时间晚点，到那儿都准时到。他就加油，加油。那也不错呀。这个一般人比不了，所以下来以后赶快跑，因为要不然你就会晚了。晚了就行李是联运的是吗？当然啊，到马德里，然后呢，余下的钱我们呢计划要花5000欧元，就是平均都是2个人。但实际上呢，真的在现实中花钱的时候呢，没有花出去，是这么着穷游。穷游，对，就是说花不出去的油也叫穷游。不错，每天要控制在100欧元，对不对？反正我们几个人每天不能超过这个数啊，要控制在这个钱数。4个人，1个人，就是说，比如2个人就是100。那比如说，我说，哎呀，老刘，我想吃冰激凌，不行，超额了，是这样吧？是这样啊，就是说，比如你这个呢就是攻略，然后我把所有的西班牙、葡萄牙最好的冰激凌，我都在网上事先找好了。然后专门的，比如西班牙最好的冰激凌是叫格拉纳达，那有一个几个大方框的这个里边放上杏仁的。非常好吃，所有女生都喜欢。什么都知道、啊，对呀、啊，就去买了。对，然后 OK， 然后这个1、2、3，那开始怎么花钱了，对不对？那就开始再做一轮攻略。所以我基本上呢并不以西班牙最贵的，比如葡萄牙的马德里、巴塞罗那作为主攻，我是周边的历史名城，比如萨拉戈萨、萨拉曼卡，然后一般的人这些字儿都记不住。萨拉戈萨位于西班牙东北部，存有古罗马时期的遗迹，不同时代的教堂、钟楼，是历史文化爱好者不错的去处。除了萨拉戈萨，萨拉曼卡也有着同样古老的文化历史。而且，如果你想感受欧洲的奢华，萨拉曼卡的建筑会告诉你，这里也是高雅与魅力的象征。你看见那个戴着帽子的，那就是我们那个房间，对吧？是吧？看得见风景的房间，我觉得挺漂亮的呀。对，非常漂亮。这是34欧元，那个人民币200块钱，是两个。哇，这么便宜吗？对对对，这个地方就是一般人他不去啊，因为他不是，比如说他不是昆明，他是剑川，谁知道剑川在哪儿啊？他可能不是很热的，对，不是很火的景点。然后你看我这边还有一个像赫兹租车，赫兹租车呢，他现在啊，如果我这个一天要花钱。
它实际上是多少钱呢？它是956欧元含全险，也就是这车炸了偷了都跟我没关系，然后28天，每天不到30，知道吗？所以180人民币，对，所以我们四个人需要晒尔，那么呢，我们分享，我们四个人呢就是4期280。有些人不相信，说你不可能出现赫兹这种车上全险才每天28块钱，但是就在这个星期的星期三，在携程网上他卖了7块钱一天不含全险，很多人就是在我们有一个论坛上就出现这个问是不是一个错误，后来呢说这么大的公司然后错误也不怕，然后你就去买，然后确实也是真的，然后过两天他又涨回来了，就是可能也许是他错误，也许他促销，我就告诉这个东西并不贵，真实存在的，这个真实存在，哎，很有可能的，不是说我能定别人不能定，谁都可以定，我所谓教你这套办法就是说只是你不知道，但是任何人都可以定，只是你信息不对称，并不是说我只有你做得到，哎，对对，不是说只有我做得到。那么呢，但是我们觉得每天要是坐这个车虽然方便，但是呢它出现一个小小的问题，停车停哪儿呢？停车费啊，它要停在酒店里要交15块钱，我们一看呢这么高大上的酒店交15块钱，我们不干了，你们不停啊。那么交通呢，就是我永远不坐高铁，铁路贵，铁路贵是永远不坐，铁路很贵，这是他们国家的一个联运的一个车啊，就永远坐长途巴士哦，城际快车的意思，对对对，就是说就好比说比如说昆明到丽江，我们永远坐大巴哦，然后坐晚上也会大巴什么的，也都很便宜，然后呢在这个很短的这种小城市之间坐铁路，比如说北京到天津这么远它要3欧元，3欧元呢就是才20块钱，这个很便宜了，对不对？挺好的了。住呢，就是说，我这个方法很简单，就是我所有在刚才说宾客上搜索，8分以上，就是人家点评哈，然后4星级，然后呢我找还要4星级，他不要床位，对，不要床位，基本上最后都是锁定在50欧元这左右。我们这个玩不花钱，主要是走大街。走大街在玩吗？你这叫压马路行吗？整个的我做攻略，西班牙、葡萄牙值得花钱的地儿，博物馆呀什么的，不去，那不去，阿尔汉布拉宫，这是一共大概在14欧元，然后还有一个神圣家族大教堂，神圣家族大教堂大概在20多元，就是除这点儿，基本上就没有什么花钱的地儿了。花钱地儿都不去，对吧？最后呢，有人说吃。吃这个跟中国人的观念也不一样，就是说很多人说西班牙和国外有美食，错，没有美食。西班牙东西不好吃吗？对，西班牙的所谓的美食是说他所有卖的东西超市里都有一模一样的，他的美食就是说我给你做出来了，有模板，哎，模板，哎，做出来了，这就叫美食了。如果说你不需要我做，你到超市买也是一样。然后呢，比如说，我看见早晨下了酒店，有一个炊烟袅袅的一个老太太，那个房那个做面包啊，我说那买一面包吧，你宰我一下是吧？喝个咖啡像当地一样，他最后算半天账跟我说啊，0.2欧。为什么0.20？我们回来大概一共才花了3500欧元。那么每个人平均就是将近在15000左右，而且西班牙还有一个最大特点，葡萄牙它每周日你什么也买不到，所有都关门。哦，对啊，就是想花钱也花不出去。老刘另辟蹊径，制定了西班牙、葡萄牙预算表，选择文化历史旅游线路，避开热门旅游城市，28天花费不到15000元。最后我说一句，就是很多人对国外旅游或者还有一个梦想，这是错误的。你打破这个幻想，你真的去体验这个人文什么的，你就会发现呢，没什么花钱的地方，没什么花钱的地方，15000没什么花钱的地方。谢谢。更多精彩尽在时尚我最懂。如果你时尚的话，来看时尚我最懂吧。如果你不是时尚达人，更要加入我们时尚时尚再时尚的时尚我最懂。谢谢大家收看，下期再见，拜拜。拜拜，我们一起去游天下。高个女生来报道，1米2的大长腿到底是怎样的体验？我2岁的时候1米2，上个飞机会磕到头。又有怎样的人生辛酸？也是有那个少女心的，也是想让男生保护。对。男女嘉宾现场立冬大考验，甜蜜气氛嗨翻全场。
高妹的烦恼，时尚我最懂。